是垂丝吗？我现在马上赶过去，你先等我一下。你是不是有一件文件要给我签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真的希望我签名吗？这是你想要的吗？这也不是我最想要的，但是现在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我能够控制的状况。为了能够让事情回到原点，我只好出这种下下策啊！喂，喂，哎，我话还没讲完呢，这信怎么都变得那么没礼貌？好了好了，新的离婚协议书，你看。你说的对，他真的要我签字，我不要这个孩子。失去可以让我发光的舞台，我不能再失去存心，请你原谅我。陈思雨，陈思雨，陈思雨，你不要这样子哦，站住！不想离开，所以不想签字，对不对？告诉我，我现在很需要这份答案。告诉我，我将重新组成这份合约。你不要再骗我了，你让我走可以。陈星爷，你是不是搞错什么？我要你签字为你好，哎！我说你伤害我的孩子，我现在要离开你。陈星爷，接受掉你，我怀孕了。接受追逐，你没事吧？我要这个孩子平安地来到这个世界上。我们的爱是唱一般的歌，我是爸爸。真心一直想我最想你的字，有没有人，有人帮我讲救护车。求求你，能帮我救一下陈心怡。由于外力的撞击，孕妇的胎盘探扫脱落，而导致大量出血。为了保护妈妈，我必须紧急做引产手术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要拿掉今天？这是引产手术同意书，麻烦你签名。不能两个都保住吗？目前的状况已经不可能了，季先生，时间紧迫，你赶快签名吧。真的可以。你是谁？真心，我要叫你，你不要见，你可以不喜欢我，我求你，你不要伤害我的孩子，我求你不要见。不要钱，不要钱，我不要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我不要，谢谢，今天不要，今天不要，不要，求求你，今天不要，我没有钱了。
不要，我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我依然唱着一般的歌，你将会被谁抱紧？特别炖了鸡汤给你，我带一点给你喝好不好？好，还是你要吃苹果，二姐削给你吃。嘿，我要看小孩。小孩呢？没有了。没有了。我的小孩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了。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，我从小到大什么事情都做不好，我连小孩子都保护不了。快快快，你们谈安尼讲啦！我的小孩没有，我的小孩没有。是的，你唔通安尼讲，这唔是你的唔对，这唔是你的唔对。我没有用。不，你唔通安尼讲哦，乖。是他还好吗？可不可以让我进去看他一下？妈，你不要叫他进来。我没有看到他，我没有看到他。我的小孩子，妈，我的小孩子没有了。妈妈被黄金买了。我的小孩子没有了。乖，明家，明家。你让我看他一眼就好，看一眼我就走，要不然我不会放心了。你看他一眼要干嘛？要逼他签字，对不对？你救你了，我们没有最怕的。你走了。